嗨，我是飘飘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准备杯子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泡这个，噔噔噔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就是有迪士尼公主礼服的茶包。你看它外面每，就是它这边有五件礼服，都是它每一个公主的。那我们从最旁边这边依序开始，是白雪公主、睡美人，然后跟仙杜瑞拉，然后旁边这个是贝拉、贝尔，然后跟这个是长发公主的，就是很可爱，它就是每一个公主的礼服的茶包。我都不认识。我们今天要来泡泡看，泡看看这个多可爱。是的。我要把它打开喽。好。啊，好舍不得哦！这种东西真的很舍不得泡哎。可是没有办法，迪士尼每一个东西它都做的超可爱的。可爱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哪一件？我喜欢睡美人的。那我要把它拿出来喽。噔噔噔！哎，前面是礼服，然后它跟茶包是粘在一起的。那我想要选，我想要选这个。这是谁？贝尔。哇哦！好，我们先来喝喝看这两个，给它放进来，挂在这里。哇，看起来超美的，太 Q 了吧！这样就等于我穿大头穿着一个小衣服，这样对的，对，大头穿小衣服。好，来倒茶，不知道它口味会不会都不一样。好，它会浮起来。好 ，OK。等等，你看，我们已经把它泡下去了。茶的颜色，它好像，它是红茶，好香哦。我们两个味道都是一样的，好像是耶，都是红茶。那我要开喝喽。啊，天哪，好久没有喝茶。很久没有泡这种东西耶，这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可以穿着这个漂亮的礼服，然后这样子旋转跳跃。我觉得喝了睡美人的时候会有一点想睡觉了，很舒服的一个茶，真的好梦幻，而且它茶香是香的耶，真的很梦幻耶，很舍不得，剩下就我们就放在那个茶，做纪念，对，做纪念就好，没有打算把它泡掉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迪士尼公主礼服的红茶，对，红茶茶包。OK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可以上网去找看一看，应该是还有啦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